四海之内皆兄弟。人的种类真是不少，黑的、白的、富有的、穷苦的、受教育的、无知的、健全的、残疾的，他们彼此之间身份不同，有时候相差实在非常的悬殊。既然都是人，就都会有求生存的本能和共同的需要，而世界上的一切本来也是丰富够用的，可是有些人的条件天生比别人优厚，所处的环境也总是对他们有利，自然而然抢先一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。有这么一个统计，地球上 80% 的产物是握在 20% 的人手里，其余 80% 的人面对着剩下 20% 的产物，谁还忍心责备他们呢？兄弟天天相处，少不得要为点芝麻小事三天斗嘴五天吵架的。不过一旦对方碰到急需或者是困难，没有不互相挂心倾囊相助的，因为到底是一家人，实在没有办法袖手旁观。以此类推的话，那些同乡、同事、同学、同仁，不知不觉的，只要是人，都会与我们攀上一些本是同根生的情分。孔老夫子几千年前就说过，四海之内皆兄弟，一点也没有错，您说是不是呢？